inductance. Inductance 的产生是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线圈在这里，好，我随便画一个任意形状的哈，任意形状的不一定要是椭圆的。好，这个我们当作呢 loop one， 这叫线圈一哈。它有电流这样子过 I1， 那这个电流就会产生一个什么磁场朝上，有磁场哈。但如果你在这个上面呢、另外画一个这个线圈，那它的磁通呢就有的从这里哈，从这里过去，有的呢从这里啊。你看它的磁通啊，并不是全部都经过它，不是全部，有的呢有的从这里出来了，它没有经过它啊，有的从这里。这个没有经过它，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画一个，这个磁通也没有经过它。所以我们说这个 loop 2， loop 2上面的磁通有一部分是由它产生的。如果这个线圈的电流可以改变，我们可以用一个装置让它改变，改变大小，那这个磁通就会，它的磁场变大变小，经过它的磁通就会变大变小。结果我们发现呢、当你这个电流改变的时候啊，在这个线圈上面啊，会产生感应电动势，也就是感应电流，有感应电流产生啊。其实我们是改变它的电流，而这个线圈的电流也在改变，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线圈跟它之间呢、不是毫不相干啊，它的改变，它有什么东西的改变也会影响到它，这个叫做改变啊，改变。好，那现在我们就要用这个法拉第定，用这个用这个磁通来看哈。我把这个重新画一遍，线圈二，这个是线圈一。线圈一，好，我在线圈一上面取一个路径叫 DL1， 那线圈二呢上面呢我取一个路径奇数叫做 DL2， 那么这个地方的电流，这里有电流嘛哈？根据 Biot-Savart law， 这一点点的长度基数上面的电流会在这个位置上面产生一个磁场，会在那个位置产生磁场哦哈。好，现在我们就看这个磁场。可以用 Biot-Savart law 可以得到，是这样子的。
德 I want 啊，在这个地方，距离他这个地方，磁场是等于这个 B1 啊， B1 要等于四拍 mu0， 因为它的 I1 整个线圈 I1 是固定的，所以我们可以把 I1 提出来。好，里头呢啊，它本来是啊 I1 D L1cross r unit vector r square 啊，是 b1 啊，我们写线圈二好了，然后通过线圈二的磁通是等于 Phi2 我们应该是写成 Phi2 1，就是第二个线圈的磁通是由第一个线圈的磁场所产生的啊，所以它是等于 B1 第一个线圈的磁场 DA2 在第二个线圈上面的啊产生的这个磁通。好，那这个我们可以写成什么呢？ B1 我们可以写成 curl A1，好，那这个根据 Stokes theorem， 一个向量的 curl dot da 就可以等于这个向量 这是 a1 哈 dot dl2 dl2。 好，那么 a1 是等于什么呢？A1 就是在这个上面任何一点会因为这个电流而产生 A 了啊，比如这个电流系数在这里会产生一个 A 小 A 啊，然后全部的这个 A 呢啊 A1 呢我们就可以把它积分啊四派分之 mu 零 i 1，这个是 a 的公式哈 ，a 的公式。好，它当然是对第一个线圈积分了哈，代入这里 a 1代入这里，所以我们就可以得 phi 21，它就等于四派分之 mu 零 i 1，我们把 a 1用这个带哈、啊，用这个带，那么我们再把那个式子整理一下，我们就可以把它变成这样子。我们把它写成这个样子。那这个里头的这个量啊，你看了哈，四拍 mu 零，还有这个，啊，这个只跟位置有关，只跟位置有关啊，跟它的这个大小形状有关，因为你这个对这个积分嘛，还有就是
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有关。所以我们可以把括弧这个东西啊就写成 M21 乘上 I1。 好，那这个 M21 是什么呢？ M21 它就等于四派分mu 零，好，这个叫做两个线圈的互感系数。互感系数啊，叫 mutual inductance。好，所以互感系数呢，它的单位是 Henry 哈，单位叫做 Henry。H-E-N-R-Y, Henry。这个你看跟电流没有关系哦哈，它只跟这个线圈的形状、大小、规格，还有两个形状之两个线圈之间的距离有关哈。好，那么这个上是称为 Newman formula 啊。好，这个是互感系数啊，互感系数。那我们从这个地方来看，从这里看，从这里看 Phi21 要等于 M21 乘上 I。 我们可以这么说了，第二个线圈，就是说第一个线圈的电流在第二个线圈上面的磁通跟第一个线圈的电流成正比，我们可以这么写，我们记忆的话都是这么记，它跟第一个线圈成正比。如果我们刚刚画的这个线圈只有一扎，对不对？如果有很多扎的话呢，如果有第二个线圈有 N2 扎，就是 N2 乘上 Phi21， 要正比于这个，你写成等号的话就加一个比例常数啊，那么因此 M21 我们在实际上用的时候啊，我们不是由它的规格来算啊，我们就是看这个磁通跟电流啊，M21 是等于这个 OK。 那当然我们可以写成这个 N1 Phi12 I2 对称的，所以第二个线圈上的电流改变了，也会在第一个线圈上产生磁通的改变啊。那这个时候呢 M12 就等于 N1 Phi12over I2 啊，由 Newman formula 我们就知道 M12 等于 M21 啊，这两个是相等的。这里是有 I 了，但求到最后啊没有电流了啊，哎，就只有它的线圈的大小规格啊。好，那么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个互感啊，互感。但你这个呢，我们可以看成这个 flux linkage 啊 ，flux linkage 就是由这个，其实你这个也可以写成啊，这个也可以写成 lamina to one over I one。就特别要注意，就是这个 N one N two 啊。有时候不是真正代表这个线圈的扎数啊，如果你这个线圈好多好多扎，但是呢
它靠得非常紧哈，就是好像一个粗一点电线而已。这个时候可以是用扎束，但你如果这个线圈跟 solenoid 那么长的话呢，就不可以用啊，因为那个时候就要看你这个磁通能够链住它多少扎，啊，算那个扎束 ，OK。好，这个是互感系数，我们再来就介绍自感系数，我们介绍自感系数，我们先做自感系数的例题啊。自感系数叫 self inductance。我们就用这样子来，这样子的线圈好了。假定这个线圈原来有电流 I1， 这个电流 I1 就会在这个线圈里面呢，产生磁场。有磁场呢，它就会有磁力线，啊，它就会有磁通。好，我们把它画出来是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这个就是 flux 啊，我们可以算出它的 flux 出来。好，我们经过这个，我们发现了，跟刚刚这个一样，刚刚是 flux 1 2 1是跟 I1 有关系，第二个线圈的磁通啊，是跟第一个线圈有关系，啊，那么。这个自感系数呢，它就是本身的磁通。跟 I 成正比。好，那么写成常数的话呢，我们这里加一个 LI。如果它有 N 扎，啊，其实不算 N 扎了哈，我们就说它的 flux linkage 是 lambda， 要等于LI 啊，好，那么这个 L Nφ over I 啊，那这个呢，单位也是 Henry， 这个叫自感系数啊 ，L。称为自感系数。OK， 好，那也就是说，它本身的电流，就是说它本身的电流会产生一个磁通的变化，哈。那磁通的变化就会产生感应电动势，这个也一样哦。磁通的变化会产生感应电动势哦。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我们把这三个啊都列在一起。我们知道这个 N2521等于 M21I1， 好 ，N1512 等于 M12I2， 然后 Nφ 等于 Li。那么这个里头 ，M12、M21 都是常数 ，L 也是常数。N 呢也是常数，那只有电流改变会产生 flux。好，那我们现在用法拉第定律啊。
法拉第定律。好，我们说第二个线圈产生的电动势是等于负的 N to D phi to 1 over DT， 对不对？好，它就等于负的 M to 1乘上 DI1 over DT。 好，第一个线圈产生的磁通，好，这个负的。第三个式子呢，就是本身产生的磁通要等于负的 N DPhi over DT， 啊，dphi over dt 就好了，啊，等于负的 l di over dt， 好，所以这个叫做感应电动势，这是互感产生的，这个是自感产生的，啊，就你本身的电流产生变化，会在你这个本身的电流上面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你说什么？Flux linkage， 前面有介绍过，有没有？没有介绍过，是你好 ，Lamina， 可能没有介绍过哈。在普物的时候我有讲哈，大概现在都搞混了，称为磁通链 ，flux linkage， 它就是说。你把这个 flux 啊当作一个链条，链条，链条呢，像你这个如果有 N 匝还是这么细的话，那 N 匝就把你这个 N 个链 N 个线圈通通链住啊，就 flux 还是这个面积通过的这个磁通嘛，啊，你把它 N 匝都链起来，这叫做 flux linkage 啊。如果你是一个长螺线管的话呢，因为它里头的磁场不是均匀的，所以它并不是所有的磁通通通把这个 N 条通通链住，就一部分链住，那我们只算它你总共链了多少条啊，那这个 lambda flux linkage 这个 N 呢，就是代表你总共链住多少条。好像我们如果你有一根链条啊很长啊，你链你的脚踏车啊，你怕小偷偷嘛，你就把它链在一个树上面嘛，树干上面。好，你链一次就是这一圈嘛，对不对？一圈嘛。你如果你怕这个啊一圈不够劲儿啊，我就绕 N 匝，那就是 N 次，对不对？但是如果说我有十部脚踏车在那里，我现在链条想办法全部都链起来，都链在树上面，有时候链条不够长啊，那我只能链五条啊，就一个线圈绕一次哦，练了五条，那不是等于是我一个线圈把一个脚踏车练五次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 N 呢要注意，它不是真正的表示你这个线圈的总匝数啊。好，现在我们要谈这个自感的感应电动势，它的方向啊，它磁通有电流有变化了，会变小或者变大，那这个感应电动势是什么方向呢？我们现在来看这个，这是我们的线圈，电流是这样子的啊，如果经过它的 flux，如果哈 dphi over dt
是大于零的话，那么它的产生的感应电动势是等于什么？感应电动势现在只有一扎嘛，哈，我们就写一扎就好了。这个是正负，那就是 negative sense。negative sense 什么方向啊？什么方向？你比比看，不要关在那里看哦，你要做做看啊。磁场，这个是 positive sense， 那反过来就是 negative sense。所以这个时候的电流啊，电动势是这样子的。所以它跟电流反方向哈，啊，那么就是 EL 与 IL 方向相反，与 I 来。电动或者是感应器，它在电路上的符号是这个，电路上符号是这个。好，我们假设经过它的电流是 I， 啊，于是 I 呢，啊，我们这里有写等于负的 L di over dt。因为这个地方你看不出来啊，这个线圈是怎么绕，是这么绕还是这么绕，看不出来，我就看这个好了。当就是说 flux 是增加的时候啊， flux 增加的时候，这个写错了，这个是 EL， flux 增加就是电流增加嘛，也就是 I 哈，di over dt 增加嘛，也就是这个嘛。好，那我们说电流变大的时候，电流增大的时候，感应电动是跟电流方向相反哈。好，我们再画一个图，好，如果现在 di over dt 是变小，那么 dflux over dt 呢也是变小。好，那么 el 是等于负的 l di over dt。 我们先看这个，这里的磁通如果变小，那这个线圈就会根据法拉第或者是 Lenz law， 它就会产生一个感应电动势，增加这个磁通的方向，对不对？感应电动势这个方向，那么就是这样子。啊，或者说你说这个 EL。它就等于负的啊，负的 dphi over dt 啊，有个 l， dphi over dt 就是这个，没错，负负得正是 positive sense，positive sense， 它相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说了，若I 减小，那么 EL 与 I 同方向。这要记住啊，哈，这个很重要啊。你这个方向搞不清楚，到时候这一类的问题你就没办法处理啊。好，以上是我们讲到这个自感现象里面的它的感应电动势
跟电流的方向哈，这个要一定要记住 ，OK？ 好，我们今天先讲到这里，下一次我们就来举例说明哈。